7.嗯，这杆要看一下了，推上去可以叫。刚才比划一下这个位置啊，球推上去之后，奔着篮球这个附近过来，去叫右边的红球。嗯，这个力量稍稍轻一点啊。13. 好球，14. 看准度白上，今球。天凯伦威尔逊明显优于对手。嗯，白球这个位置走的有点多了啊。黄球虽然还能打，但这个角度不把握。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球可以叫啊，是随便的，是打进的话，单独的只有左边那颗，那位置也不好。嗯，防了。Kidding was 14. 也是算是有非常有控制的来去这个防一杆啊，把黄球给打到了这个中袋的下方贴库的位置。这个黄球基本上现在这个位置就很难进攻了。嗯，右边的红球打薄球啊，白球往上走一点，那非常薄。最下方，左边这颗啊，打薄球。我这个力量太大了啊，是，这弹起来会留机会了。One. 粉球打进的话，点位应该是被占了啊，这样的话要摆到黄球点。嗯，超分的红球。打一颗。Seven.
Eight. 那个塔塔亚的特点就是进攻，如果这个进攻打不开的话，的确这场球就会非常困难啊。嗯。Fifteen. 所以我们要看从下一局开始，这个塔塔亚能不能在抓到机会的时候，能把自己的这个攻势展开。因为从这个综合的能力上来讲，的确还是凯伦威尔逊要高一筹的。嗯。23. 24. 嗯，这个角度啊，刚好高杆两库。29. 还是薄中带。30. 37. 嗯，准啊！38. 篮球再准一杆。嗯，嗯，球厚了一点，2-0。虽然稍有一些小波折，嗯，不妨碍拿下第二盘的比赛，2-0领先塔塞亚。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酒鬼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直播赛事。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无上妙品。酒鬼酒，人生的重要时刻，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就像安盛保险，提供车险、健康险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参与斯诺克直播互动，支持喜爱的选手，预测比赛胜负。每逢单杆过百，送出定制球杆一支。欣赏更多台球比赛直播，赢取台球装备，尽在 CCTV 微视。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的首场半决赛。凯伦·沃尔逊在面对塔塞亚·乌努，前两盘比赛打完之后，2-0领先。来看双方的第三盘。嗯，这个开球啊，我们看这个黑球被两颗红球给管死了，这个局面啊。看看防守当中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三颗球给撞开啊。这杆打得太薄了。嗯，最右边的红球应该是能打。看威尔逊打不打，威尔逊是在看这颗球。嗯，看来还是准备去进攻。嗯，厚了一点啊。底带啊，底带高杆一库，可以上去叫篮球。
球。忘。黑球的左边那两颗红球都可以去这个选择右边的底带来打。哦，这个控球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失误啊，这一杆。Six。这个 K 到红球还算是有一点小运气啊，目前还能够有红球可以进攻。但这个角度也不好打，打完之后这个 K 球之后不好预判。哇，干脆就发力，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效果不好。对，撞一下运气了感觉啊。今天几乎没有连续进攻过。还是薄球防上去，那个白球啊总是不太细腻啊，那这样的防守按说白球一定要到库边啊，因为并没有太难的这个防守，只是一个薄球上去。自己的进攻打不开，安全球的质量又不好，是这样比赛就很难。因为你即便这个位置对方就算不攻，但是对方他也这个手架数他也好防，是何况这杆又攻进去了。就是说这个水平当你越高啊，要求你这个细节就做得要更好，这个防守当中的这个咱们也说这个到位率啊，这个进攻有到位率，你防守同样。哎，还有个中带。Six。哎，这球中带的话打进弹衣库啊，就可以做这个黑球的右边底带。但是这个中带呢，角度很小。好球，近两场威尔逊的中带真准。刚啊，黑球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啊，这个偏低一点的杆法啊，中低杆，然后去顶一下红球队。14。看来这个右边的两颗。22。看看是不是对着啊。嗯。哎，完全是对着带口的。不错的组合球机会。23。
咖啡酒啊，可以去叫这个红球堆现在下角的那颗，白球走到左边，角度如果合适的话，这个低杆应该是直接拉回来就可以了。哎，这个角度没问题，不用上库啊，直接这个低杆。哦，这个力量打这么轻呢？自己也在这个做这个挥杆的这个动作啊，他的意思这一下怎么力打得这么轻呢？今天有几个不到位，都是力量偏轻了。进攻的难度变大，哇，准够啊，准这个啊！加杆。28。但是在之前那一杆虽然踢出来两颗红球，但这两颗红球都比较靠近于库边。刚才又已经把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活球给打完。还是准备打进攻这个中袋，然后三库可以过来做个远台，没有进啊。Can I watch? 28。看一下塔塞亚这个准度。看看白球这个位置也是没得打。小虫子，小虫子不少，呵呵，左一个右一个。留下了机会。角度还刚好啊，非常舒服。那个粉球也并不是非常理想啊，因为粉球即便是打进的话，粉球摆回点位也是对这个红球有影响，所以可以看看篮球。篮球手架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个粉球的话就是要校位的时候注意到粉球啊，摆回来之后。
看看下方那颗，就中间那颗能不能，没问题，还可以啊。这个刚才蹭了一下这个篮球，还是效果有不帮助错，哈。16。控球能力确实，还是差一些，对，不是很细腻啊，这个白球还是不是很细腻。23。这就是一般排在这个像，二三十位啊，或者这个四五十位这样的选 24。手，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还是稍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短板，或者说就是这个白球的细腻度啊不够。29。Third。这个还是都看看不容啊，易啊。是打这个翻带呢，还是怎么样？要准备翻带啊？37。他在美杆的处理，尤其是在做安全球的时候，总是感觉稍显草率比较随意。啊。但往往这个对到这个排位很高的顶尖的选手的时候，你这一点点的小的失误啊，就会被放大。是，尤其是刚才给凯伦威尔逊留中带，给现在的威尔逊留中带，感觉真是直接把饭喂到嘴里一样。来看一下最后一颗红球，叫这个中带白球所停的位置啊，这个不能叫得太远，近一点啊。但现在这个绿球又有点影响打篮球之后这个白球的走线。所以刚才准备去打这个绿球，但绿球确实不把握啊，篮球呢基本上是很有把握的。好好球，球！很漂亮啊！这一杆小低杆啊，刚好是这个擦着绿球过去啊。这个对手感的要求就非常细腻。
接下来就是哎，苦边这颗咖啡球。就是这个目前这一杆的难点啊，看看怎么来解决。15。笔画的这个位置啊，是这个叫到绿球留角度，然后高杆可以去这个顶这个，把这个咖啡球啊给顶出来，看看能不能够留一个最理想的角度。17。这个角度有点小，看看是不是那就干脆单叫了，也可以单叫的。单叫当然这个进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看看这个角度是强行去 K 球呢，看这意思要去 K 球，中高杆发力，这就确实比较难啊，是 K 到就很好，但是这个必须得是 K 到这个下半部分啊，这个咖啡球的半颗，对，给它往这个上角的这个袋口踢。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刚才这个角度叫的太直了，所以杆法的运用就会要比角度再大一点啊，要难好多。你角度如果大的话，有时候正好这个算力角度是顺推下去，比较好判断。哎，中间啊刚好够过，能打到。这球又漏了。篮球的角度叫的有点大，现在领先了8分，篮球打进可以先延分啊。这个力量控制的有一点大啊，延分的状态啊。看一下白球，薄了一点儿。这个位置，这个粉球现在要看能不能发力啊。如果是不能发力的话，也就是这个球是没有办法去叫黑球的。打进还得是轻一点打进。看来防了吗？哦，没打到。这杆他想防一杆。哎，今天塔菜亚的状态。自己也有点无奈啊。分数加的也不对。这个证明刚才这个位置啊，离库边非常近，是，就是实际上是进球是非常难的，所以这是这个凯伦威尔逊这么近的位置也没有打进的原因啊。哎，这会儿的分数是加对了，刚才少加了2分。是。那轻轻的啊，往那个袋口来推。
哦，白球。白球危险啊，好悬。还是啊，往这个袋口来保。哦，好准球，啊，真准！这样的话拿下第三盘，凯伦威尔逊3-0领先塔猜亚乌努。要提醒各位，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斯诺克 AI 互动辅助观赛，参与抽奖，赢取专业台球装备，每逢单杆过百送出高级斯诺克球杆一支，还可观看更多台球教学视频。目前呢，塔塞亚是0-3落后，关键是从他自己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好像看不出任何有回暖或者是稍微复苏的迹象，所以这接下来的比赛他自己应该也要进行一些调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以自己的进攻为第一要务的这样的球员，往往在手感不佳的时候，他越来越容易陷入到一个怪圈当中，就是这个手感可能越来越糟糕。再加上今天本身塔塞亚的安全球的成功率可能要比自己的正常水平还要略低一些，所以今天攻守两端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所以现在0-3落后，其实也是比较客观的反映出来今天两个人的状态。之前呢，塔塞亚曾经有一次战胜过凯伦威尔逊，虽然不是发生在排名赛当中，但是呢，至少也算是一场胜利。那2017年的六红球世锦赛，当时是5-3击败了凯伦威尔逊，那也是两人的第一次的交锋。而且那一次之后呢，塔塞亚在当届的六红球世锦赛最后又是杀入到决赛当中。其实他在六红球世锦赛当中的成成绩绩还算是非不常错好，的，所以我们看塔塞亚在取得不错成绩的这些赛事啊，要么就是六红球，要么就是这个单局限时赛，是，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这样的赛事。相对来说，这其实这也证明就是能力上面呢，还是确实欠缺一些，哎，所以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有一定偶然性的比赛或者短局的比赛啊，能够出一些不错的成绩，Thank you. Frame four. Tatiana to break. 来看双方的第四盘，由塔塞亚来开球。又是通过长台上手。好球啊，这杆，这个 K 的非常的准啊。
这根砍稍微有点悬。嗯。16。好了。嗯。Can I watch? 16。嗯，但这个位置留的也不好打，这个红球，这个紧贴在库边。白球，嗯，没问题。再看看这个防守，同时这个球对的位置啊，看着有点像是带口啊，所以这个避回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防守的同时把它给传进。即便是不能传进，也要判断好这颗球到底撞到哪儿去。嗯，这就是判断准了啊，是刚好是撞到这个带口上方一点，而且上方还有一颗红球，所以得必须得判断好。嗯。其实有时候这就是细节啊，这个有些球员可能一上来看到这个球都不过来看啊，直接就选择防守了。哇！嗯，这个远台是够准啊，但是没有交到球，黄球只能防一杆了。他才 N 的 one。哇，这防守实在是太是问题了啊！这个防守，问题非常大。漏洞太多了。这个，你要对到凯伦威尔逊这样的选手啊，你这种防守，那没有办法去掰手腕了，都完全会是很被动。嗯。防不了两杆就防不过人家了，所以昨天怎么是逆转击败所以我大说，卫切尔伯特就是塔猜亚要是赢，一定啊？哇！是进攻端完全打开了，嗯哼。自己的这个手感在这儿。就真的，如果要是纠缠起来啊，比如这个拼上防守，塔猜亚确实是弱项。一方面是技术感觉不足以支撑很好的这种安全球的处理，另外一方面感觉自己心态上就比较着急，对，会不耐烦。是不爱打防守，哎，但是又不行啊！你在对这个高手的时候，你想总去捡漏，你本身就很少有这种是可的。能，所以更多的得靠自己的这种防守啊，然后这个迫使对手这个出错，然后你这个找机会。这个上手呢，一般这个职业球员，咱们上手就是两个，Three。
多数是两种可能啊，一个就是你远台准，这个对手防回去，只要露出来我就给你打进去了。嗯，哎，还有一种呢，就是防得好，然后对手实在是没办法出错。对，捡漏这个绝对是就是，你最起码你不能指望是等着去捡漏啊。对。负。又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也够下，这杆那个角度高杆一库过来可以叫这颗，这球要算一下，因为有向下的角度会 K 到黑球，判断好，嗯，干脆啊，就轻轻的打进，然后做一个粉球大角度。低杆啊，还是这个低杆，轻轻的打进，来去叫这个上方的红球右边底带。这个就让粉球刚好够进的那种力量啊。17。嗯，刚好啊，这个角度推库。18。选择了黑球啊，这样的话黑和粉呢就掉个儿了，黑球要摆到粉球点去。25。嗯，这个手价看看啊，嗯，手价受一点影响，要价高了来打，这个很要求稳定性。嗯，保了。还是叫球啊，这杆叫球也是叫的不太到位，机会不错啊，他这样。One。Six。嗯，好球。Seven。14。15。推过来啊，下方这颗红球。21。22。嗯，需要去考虑一下了。有两颗球，这个粘在一起，红球啊。哎，这杆想带，没有带到。是。
好球，这球漂亮啊！嗯。35。五库绕回来。哎，再多走一点，不错啊！粉球的角度很舒服，看看这杆能不能够 K 好啊，很关键，分数已经是追上了，两库，直接一库 K， 这个不理想。这个球怎么是一库 K 的呢？还是两库啊？两库去兜一下那个红球，就是更容易出机会的。就是往台的中间去兜，对，把两颗红球往中间打。嗯，防三的 42。好球啊！哇，这个东西真精细。嗯，十五号球之后把球藏在咖啡球后面。哇，这杆不好解。好球，漂亮漂亮！右手短短两库。关键是这个粉球这个位置啊，对，必须得算得特别清楚，差一点就会撞到粉球。嗯，粉球的角度也是可以去 K 球，但是这个一库 K 球也是难度非常大。嗯，线路要非常准。那这杆 K 球也是轻 K， 这个争取就把红球给 K 到中袋啊。所以这个杆法力量的控制啊，非常精确才能做到。看看可不可以？差了一点。嗯。杆法不够低，确实啊很难。你看，对于这个这些世界排名这个顶尖的这些选手啊，这样的球也不是说是这个手到擒来的啊。是。嗯，稳稳的来防一杆。可能我是 seven。
哇，这球防的有点悬。倒是没有下球。犯规了，扫了黑球，看看啊，会不会留机会？冲带会不会留啊？看一下。Free ball，自由自由球，球。但是这个关键是看这中带能不能打啊。这中带要是能打的话，就直接打了吧。自由球的话，只有绿球好打。而且也不把握，这就是在看打绿球、自由球啊，推上来，然后白球停的位置呢，这在算防守，就是万一不进啊，再算这个停这个位置，然后对方这个红球不好打啊，绿球。Green ball。好球。也就是停在一个刚好自己还有彩球可以进攻的位置啊，万一不进呢？这个对手红球，实际上他这位置还是推少了一点啊，再推多一点，跟他想要的位置才是一致的。这局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拿下来，Six。领先8分。Seven。篮球有一点向下角度，那还是选择绿球。Ten。打三颗。Twelve。15。哦，这个咖啡球要小心一点啊！这球叫的，白球要再多走一点，会更踏实。没问题。19。24。这样双方是局休之前啊，1-3。30。好，凯塞尔拿下了第四盘，这样的话扳回一盘，1-3，落后于凯伦威尔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接下来的比赛。
We'll be right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公开赛的半决赛。手机调一下。凯伦威尔逊面对塔塞亚乌努，马上开始的是第五盘。要提醒各位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斯诺克 AI 互动辅助观赛，参与抽奖赢取专业台球装备，每逢单杆过百送出高级斯诺克球杆一支，还可观看更多台球教学视频。目前的威尔逊是3-1领先塔塞亚。从前四盘的进行的过程来看，塔塞亚今天的发挥不是很理想，自己的进攻的特点完全没有打出。